准备个碗，然后倒上芝麻酱、花生酱、韭菜花、豆腐乳，再来点汤，蜂蜜、蚝油、味极鲜，加水搅拌均匀，哇，开锅了，哇，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好长时间没有吃涮锅了，今天呢特意买了点羊肉，咱们涮火锅吃。哎呀，一个人吃火锅太美了。听宝宝的说，先下肉。羊肉呢不用煮太熟，稍微一烫一变颜色就可以吃，这时候羊肉是最嫩的。给老铁们尝一口，看，蘸点咱们调的麻酱，哇，这味道无极了。一个人吃火锅太贵了。爽，麻辣鲜香。哇，又来了。姐姐，对啊，吃火锅呢，这又自个吃独食儿，你又吃不了，谁说吃不了？没有任何一个美食能阻挡一个吃货的脚步。你不痛风吗？哥，痛风？谁痛风啊？哎，我你少点东西。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给你洗洗啊！我不吃香菜。我好不容易说自己吃一顿火锅，哎呀，每一回，这回没人打扰我，下回啊。我把门锁上，我再吃火锅。你还吃点吧，这玩意儿有味儿。不是，冬天啊，我就适合吃点火锅。哎，我这点羊肉不够你自己的，你少吃点吧，啊。羊肉不赖，羊肉是肯定是不赖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什么时候买了个锅呀、啊？我买点什么也得跟你汇报。俩人吃火锅正好。嗯。那要不借我用两天？我认识你。哎呀，你看咱哥俩谁跟谁呀、啊？是吧？这玩意儿你自己调的。买点，自己调去。这玩意儿自己调吧，自己调上放心。慢点，烫不烫？干肉没肉了。我这点肉能吃自个儿叠叠的，
你来俺是求你了，要不你走吧。别闹，我可不敢走。来了吃，我来了不吃那饱饭，你就让我走，回去我姐给我个姐告个小状啥的，你受得了？再这样，我把你姐都送走。你试试，我不信。我就这么敢说出来。你这话你不能应该从嘴里说，你从心里想想就行了，不要表达出来。今天看视频，估计我就废了。那肯定的。哎呀，搓衣板是肯定跑不了，搓衣板就行了。榴莲皮。榴莲太贵。对，榴莲太贵。老天爷，不能等锅开，你知道吗？等锅开了就没了，彻底就没了，连个毛都看不见了。这家这筷子抡的跟照着似的。给我留点儿的，这不有呢，不少呢。这个辣度正好，再稍微辣点儿。我不能说，我不能把我实底交代出去。下回你要弄辣的，我吃不了怎么着？我感觉辣不正。嗯。哎，喝点吧。少喝点酒，多吃点肉，别自个儿有事没事喝闷酒。想吃点菜吧。你别躲了，你就直接生吃吧。嗯，我也吃，也不好吃。你那天我都掐着心吃的。吃点菜吧。下回那点肉多买点不行吗？是吧，比菜好吃啊。那玉米染自己的行了，哪知道你来啊，自个够吗？够了。那一人吃的嘴里的，那不见得吃得了的。其实我向往的是什么，是开始然后咱们俩在门口一坐。哦，看着漫天的雪花在那飘，然后吃着火锅，哎呀，想想的画面都美。一起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不唱着歌，那种意境，哎，外边雪花下着雪，鹅毛大雪，天寒地冻的，咱们在屋里坐着，哎呀，美美的吃着火锅，喝着小酒，哎呀，下回吧，没下回。